学徒郝爱民，学徒游本昌，上台鞠躬。现在换上学徒我来伺候您一段相声。我说你怎么说上相声了？哈，从今天开始我改行说相声。哦，这个行了，那从明天开始我下海演电影了。你想演电影啊？那多过瘾呐、啊！等演好了，将来我还能去趟好莱坞呢。啊，那容易，明天我就介绍你去。哦，介绍我去好莱坞电影公司，好莱坞美发厅。哎，美发厅啊，我改剃头的了。哎，我想当个影星啊。你想当影星？对呀、啊，那容易啊。啊，跟我学。你有什么绝招吗？嘿，我把当前的所有电影，进行高度概括、高度集中、高度浓缩，浓缩成三部片子。你只要拍好我这三部片子。走上国际了，哎呀，太妙了！我拜您为师了。您说都有哪三种片子呢？国产片、港台片、欧美片。哦，国内外都有了。那么您说这个国产片是什么片子？国产侦破片。侦破片，这一定很精彩。那么您说这片名是什么 ？APC 特别行动。你听这名儿就够怪的啊 ！APC 特别行动，头一回听说。那么这个时间，上班时间。可不是上班时间吗？那么地点会议室，会议室净开会。啊，那么道具一样，香烟。哦，就是烟卷啊。哎，你会抽烟吗？我会抽烟的。那没问题了，只要会抽烟就能演好国产侦破片。会抽烟就能演好国产片？哎，对对对。那比如说戏不够演不出来怎么办？戏不够抽烟凑。行了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只要会抽烟，这戏我就拿下来了。行了，行了，咱们开始，开始，试试。喂，是我，明白，是，是，接着说，还说，同志们，你们知道谁打来的电话吗？对，高书记来的电话。同志们，市委很重视这一案件，让我们迅速破案。啊，要把敌人的伪装一定要给他撕破，斩断他们的脖爪。再说，同志们，我们一定要完全彻底干净把敌人消灭之。接着说，我看他还说什么。我们要打他个灵魂出窍，打得他们晕头转向，屁滚尿流。还得说，我陈小娟同志，我说的不少了，你也可以说一说嘛。啊，陈小娟上。我又改陈小娟了啊，改女的了。还得说，我没有更多的要说了，刚才大家已经说的不少了。我人目前最关键最重要的一条，请给我一支烟。怎么你也抽上烟了？你不说吗，戏不够抽烟凑吗？哎呀，别忘了你是女的。女的就不能抽烟了？在咱们国产片里啊，女的一抽烟准是坏人。对了，我把这茬给忘了。对对，有道理有道理。哎，您看刚才那几个角色我演的怎么样？哎，基本掌握。是啊，通过了。那您拍电影的了？完成一部曲。哦，还有第二部曲呢？还有第二部呢？哎、对对，第二部是哪儿的片子呢？港台枪战片。港台枪战片，这里已经有打斗了。哎啊，这个片名是什么？缉毒大血战。嚯，真刀真枪啊。那么这个时间没准时哦？对，没准时啊。地点没准地点？没准呢啊，不过不外乎码头、仓库、货场。对了，这地方宽敞，经折腾，哎，便于开打呀。是是是是，这类片子你熟悉吗？我太熟悉了啊！这种片子不但我熟悉，在座观众朋友都熟悉。啊、那有个共同特点，那就是贩毒集团黑之黑，一通开打，枪弹飞。对，孤胆英雄打不死，爱情结局女跑男又追。哎呀，长能耐了。那么道具呢？道具您给分析分析啊。三样。哪三样？手枪、冲锋枪、大烟枪。哎，对，这里还有大烟枪呢。缉毒嘛，有道理。试试，开始，开始。过来，这边上。总裁，根据您的吩咐，我已经安排好了。请总裁尽管放心好了。你们总是给我添麻烦。这一批泰国的货要出了问题，我就哪里去喂鳄鱼。
明白。看看对方来了没有。是。老大，他们来了。好的了。沉住气，要看着我的眼色行事了。是。哼哼，嘿嘿嘿，货到了吗？款备齐了吗？请。哒哒哒。哒哒哒，咚咚咚，哒哒哒，咚咚咚。蹦蹦，咚咚，蹦蹦，咚咚，蹦蹦，咚咚咚。跟真事儿似的啊！这路片子都这样。是假冒伪劣吗？上等的海洛因，带弹簧的，行家，怎么样啊？味精加白糖。啊！妈呀，防弹衣啊，这就叫孤单英雄打不死嘛。那是打不死啊。不错不错，你看咱怎么样？真卖力气。行了行了，完成第二部了，给我拍电影吧。还有关键性的呢。还有戏呢？三部。第三部去、第三部什么戏？欧美惊险片。到了外国了，重点了。好好好，走上国际了。行行行，您说这个片名叫什么？香艳凶杀案。嚯，够恐怖的啊。那么时间，深夜，越来越晚，地点，卧室，洗澡间，这地方有点眼熟。道具，床，澡盆，离不开这些地方。好了，你演性感大美人。我演大美人、真能出主意。镜头，胳膊们注意了，镜头对准女人的脚，往上摇，小腿、大腿，这就甭说了。好，上。好，站住，脱外衣。这就开始脱了。脱衬衣，慢。等等，各部门检查一下有没有外人。啊，没关系，都是内部观众，放心吧。开始。
看这有我们同事没有这、放心大胆演。行行，放开了演。哎，看，等，镜头掉到演员的背部，你先等会儿吧。嗯，你拍我后边干什么呀？这叫吊胃口，他们的心思全用在这儿了。好，开脱，开脱。他们导演竟能出这词儿。接着脱，还脱，继续脱。再脱，别脱了、再脱就没什么了。行了，该你上场了。哎呀，我都看入了迷了。这干嘛呢？上场了倒是。你是谁？我承认。你到底是谁？我害怕。啊，脱衣！我亲爱的。等等，我这白浪费感情这是。脱衣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有人跟踪。那叫没事啊。哼，我可不愿意死在大街上。是啊，脱衣，今晚你可以死在床上。当然要有你作陪喽。哦，脱衣，你还是把枪收起来的好，我害怕。好了，脱衣。我要去沐浴了，请把拉锁为我打开。全拉开了，那劲儿使大发了，他又给拉回来了。好了，脱衣，我要去洗澡间了。我等着你。拜。快点。注意了，镜头对准洗澡间。脱衣，请把浴巾给我送来。是这个吗？好。脱。再脱，再脱，再脱，也没什么可脱的了。脱衣，请把毛巾给我送来。哼，就是要我进去，是这个吗？啊！砰！又一起凶杀案发生了。喂喂喂喂喂，等会儿，这是什么声音呢？警察到了。这部片子就犯这毛病，人死了警察也到了。哎，现在我可以演警官了吧？哎，别介啊，你还有最后一个长镜头特写呢。您还给我安排一个特写？对，这特写什么镜头啊？躺在澡盆里啊，演裸体女尸。哎，嘟，这我演不了，你来那女尸吧。我也不行。少儿不宜。